是能够一般正常啲住嘅，系好收收工就系攞部分产品嚟做一啲研究研究，但系攞古物有方面做好处，啲地份一大大嘅楼宇新馆嗰度放下部分嚟，政府地震工正常啲住嘅，啲业工工艺嘅人做特别做好啲之外，做啲杂炒做啲简单嘅好啲。我而家嚟永春镇有选择，仲要讲公司十几个公司嘅资金，到底要住六百平几百平米，仲要系咪系咪有房车？如果大家出头咧，住一百平米嘅公司人会赚大二百个平台，呢系有两数啲嘢整唔整？我哋嘅大家公司做公仔，一毛钱唔会放过低，话呢大嘅交流会员，公司活动多嘅人，你会地咗嘅咧，但系一千中间嚟一千地嘅，我睇要方便，一不做唔做讲。